今天不好意思，您没有穿正式衣服，不方便进入。我，哎，他是我朋友。 这餐厅的生意还真差，不像我们小吃幸福药膳一样。向东今天好像已经把整个餐厅包下来了。金娜，你是今天最重要的客人。 你点菜吧。好啊，说到料理，我最内行。还是我来点吧。说点就我点，干嘛跟我抢啊？我要这个。 他这个，没心不顾。法文我也懂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您点了5个汤，请问先上哪一个呢？麻烦你从最清淡的口味开始吧，谢谢。笑什么？我爱喝汤，不行啊。 我们也就快要结婚了，你也希望西贤跟你一样有个好归宿吧。西贤条件这么好，不需要我们替他操心。因为你在台湾受到秦郎很多的照顾，所以我一直想好好谢谢他，替他找到幸福，我想是个不错的写法。 这首歌反而让我悲伤。不过你现在终于回到我的身边，我的幸福总算又回来了。亲爱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。 我去一下洗手间。